大家好，我有几个介绍。我的名字叫 Darcy，我今年35岁，我的身高154公分，我的体重50公斤，我的学历国中毕业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弟弟，我有2个妹妹，我有3个小孩，我的老公是农夫。我以前在新加坡工作2年，照顾阿公75岁，然后我照顾阿妈70岁。我在台湾2年，照顾阿公75岁，照顾狗2个。我会煮菜，我会买菜，我会煮饭，我会照顾老人，我会照顾小孩。谢谢大家。